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我们继续玩王者啊。刚才这把李白清楚国邀请了，这个很尴尬，这下怎么搞？火舞也被选了，哪吒也被选，那我就选诸葛亮了，没东西选了那。我白现在打排位基本就这三个吧，不知火舞、诸葛亮再加个哪吒对吧？刚好这边也没有人，除了瓦斯冲的这个，这个火舞啊。缺少辅助啊，要不要辅助无所谓的，直接上。后羿位移不行，就是不知道后面能不能打得好。对面还有鲁班，最近打排位好多人都喜欢用鲁班啊，小乔、赵云，对方来个东皇太一呀、啊。还有孙悟空，他对面有肉啊。那我们这边，哎，我们这边肉就是靠这个哪吒了。这家伙哪吒都打到三级了，快到四级啊，应该是上四级。存点皮肤碎片啊，这个皮肤碎片挺难存的，就算你一天一片，也要288天，那也不可能，一年都存不到这个碎片。不保人，哎，就不像写这么清楚的，打不好会被人骂的，要低调一点。等打好了再报名字，打不好咱们就不能报名字，搞不好会被，对吧？小妞，让你也给标一个。哎呀，我操，被动技能没了。先把这边打到四级，再去浪荡吧。不知道对方小乔溜不溜？跑吧，快跑吧，快跑吧！我操，我都不打你，你就去那么多血，你打我一下，我就去那么多血。我们去上路玩了，上路打的比较浪荡一些啊，这时候就别打字了。我打字比较慢啊，所以说游戏里面很少打字啊。刷的。礼物。打完这边中路怎么搞？先让东皇太一受我的被动技能。再去中路支援，感觉下路的后羿挺孤单的。我去你个小鲁班，每次都能射中我啊！吃个贼心豹子胆，就说飞他一下，小乔来，享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帅气啊，帅气的这个诸葛亮的被动。我们再去上路，哎呦去！下路没人保护啊，很危险、啊。那我们去下路吧，去下路吧，现在去下路啊。本来下路的人应该很多啊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直接后羿一个？我就是不打你，你妈的谁呀、啊？谁替他挡了一下？我是不是撤早了？这个时候我不应该撤是吧？撤走了没人头，这丢盔，
这是出卖队友，卖友求荣，没事，后面替他们报仇。刷他一下，被动技能一起来，你还不跑？你以为我会走那么正的路吧，对吧？赶紧去上路支援一下，把上路给他清了。被动技能打得爽不爽？小乔，要努力变强哦，对吧？哦呦呦呦！打不到小乔。哎，这不知火舞干嘛站在那不动？哎，不过去了，不过去了，太危险了这边。三个人哎，过去作死。不知火舞会掉线吗？没有掉线，那他怎么一直站在那不动？还会？我去支援一下火舞啊！三路宝超，哪吒也上来。上来抢人头，挺爽的。地下弹开这个技能，开大招！我去，又吃一个，鲁班的大哦，一直被他打。下路这两个怪物要把它解决掉。看能不能打得到人，直接打，直接打，怕啥？打暴君。我该回去补点蓝了，没蓝了。哎呦去，怎么动了一下？哇，这一波又差点被那个鲁班射中啊！鲁班这导弹真是够导弹的、啊。哪吒中途掉啊！别冲过去作死。哎呀，死了！冲的太前面了。这时候不应该冲上去，哪吒应该过来，不应该冲的那么远去。孙悟空没杀死吧？孙悟空没杀死。这时候就别说了，就搁在那个哪吒应该中途掉下来了吧？就不要冲的那么快，然后去打那个谁，打我们中路这边，然后支援一下，这中路应该可能要团灭掉那一波。
现在我们还是要找个机会啊，偷偷的啊。这边动画太一来了。小心小心，还有没有人对我构成威胁？哟，两个闪现扔出去，等要回家了，这点血不够烂的了。我操，这也行？再找个地方，你不相信你鲁班还能射中我？那你鲁班就神射手，这时候他应该不会射了，被哪吒定住了，他肯定都怕了，对吧？是哪吒傻不傻？该跑的时候就该跑，不过他又还是跑掉了。如果是我，可能看到那么多人，直接赶紧中途刹车，我就不误晚年终了。我去你妹，被抱住了。有了，但是慢掉一步啊，不会早应该用闪现跑掉。哎呀，赔大了赔大了。后羿哥你不要这样啊，掉线啊。大哥，你不要玩掉线了。玩着玩着掉线了。这可就尴尬了。这可是正是关键的时刻呀，胜负都很一瞬间，现在战绩大家都很平均啊。这老罗他敢吸我，戳死他。先把被动技能出出来，扣一呀，赶紧连上呀！这么久还没连上啊，后羿啊！再不连上，我们又很尴尬了，要进入很被动了。可他们都起来了。靠，被动技能又没了，我想凑几个被动技能。搞死就行了。东方太一连反应过来都没反应过来就死了。打孙悟空，上路他们支援部队也来了。
缺一个人，哎呀，我去后羿啊，再不上来要被举报了。哎呀，什么时候不好掉啊？你打排位的时候掉下去。嗯。还连不上、啊。哎，本来有机会赢的，就他遇到这样子，麻烦到了。现在动起来了，这么慢啊，都几分钟了，我去。操，什么玩意都给他们清光了。哎呀，我去，位置不对。我、哦、这个哪吒没血也飞人啊。那他满血飞人吧？没事，哪吒那么激动干什么？看到残血就像眼红一样，是吧？犹都不犹豫就直接飞上去。你不看自己有多少血？哪吒飞了最起码也要保护自己有不许对吧，要有足够的生命逃跑嘛，要不然死了都不值。我哇，那家都时不时就回城补一下血，要不然没血感觉挺危险的。哎呀，这波本来前期挺好的，掉线了一段那么多时间。主宰就给他们打掉了。怎么扛不动啊？大家看，牙都被吸了。靠，被小乔跑了。刚才他不会应该说队友的话是吧？说起来现在队友开始互相坑了，这个很尴尬。家都没了，没人看家呀。为了抢个人头，哪吒又要死了，对吧？哪吒也是蛮拼的哈。靠，嘉玲没了，交给哪吒吧，嘉玲应该哪吒会搞得定啊。
很多都是从中路的，直接强突是吧？这韩信好溜啊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我错了，哥。等技能吧，等技能吧。哪吒要死了，这把。对这么多人，我又。咱们还是去打兵线嘛，打那个蓝 buff。哎呦我去，现在没飞进去。他们可能会去打小龙啊。韩信很危险啊，想办法把小乔先解决掉。对呀，鲁班，鲁班一个人去打鲁班。韩信真能跑，小心他们抓我。要往侧边打边侧了，他这一波小兵要把他清掉，要不然他们这边我们团灭就麻烦了。我勒个去！现在就先把主宰打下来，我们去打小乔。再去打主宰，趁机时间赶紧把主宰消掉。此时不消就没有机会了啊！家里的兵线应该可以守住，有这个有龙在就安全了啊！后有点暴君啊，我们吸引兵力啊。又被吸了！哇，团灭，团灭，团灭！还有个不知火舞，这波好危险啊，好辛苦啊！小乔必杀，对吧？更不用老坑我们。装备已经出齐了，等一下。这赵云也傻了吧？还想强拆？我被他搞飞上来了。看能不能把那个暴君打掉这一步啊。
我去抓鲁班。小乔，他也有复活甲吧？准备一波推了啊！算是艰辛的赢了啊，不容易，还有一把要挂了。哎呀，再打几把的话，我就可以送两星了。如果一输的话，就是那个就没了。果然是这家伙 MVP， 给他点个赞，都给你点个赞。输出我129点多，就最后他几下打了个超神啊。